们今天要去逛街，我们要去逛一家比 Outlet 还要 Outlet 的店，那它叫做 TJ Maxx。出发。Honey, I'm down, down, down. But tell me if you are now, now, now. Let's not make it hard.I know that this drives you crazy. I know that you feel alone. I know that you act up lately. Cause you 太阳眼镜们，听说这里的四家都是用钴的，那来看看这听说是真的还是假的？效果是泥的保养区。倩碧的洗面乳，它这里是卖12.99，那他说市价是18.5。Olay 的保湿霜，它这里卖14.9，他说市价是20。魔术师化妆品区 ，Nurse 的腮红，这里卖12.99，市价是22。Make 的修容粉饼，这里是卖16.99，市价是28，好像有便宜到哦。鞋子们，这鞋子我就不太推，因为它真的很凹累。这双 MK 的胶脚拖赞哦，够台，原价35，现在24.99。这款下雨必试的铺马球鞋，原价是60，现在是39.99。我的孩子们，等老张赚够钱再带你们回家。艾迪达短 T。原价是20，现在10块。老张一眼相中这件衣服，他说旁边有这一个，我现在背一个包包在身上，这件包一件要110块。嗯，那他上次怎么选原价42？直接打脸。老张就看中了这件，原因是因为 logo 很大。男生的衣服们。Tommy 的短袖 T 恤，那衣服本来的吊牌是39，他说市价是20，他卖14.99。Champion 的熊熊衣服，市价40元，他卖19.99。牛仔裤们，这件是我想要买的牛仔裤，那超酷的哦，它是环保牛仔裤，而且它是用。宝特瓶去做的哦，那它的话市价是26，那它这边卖16.99。那它这件裤子下面这是它的设计，不是因为腿短折起来哦。CK 的牛仔裤，原价45，现在竟然23。男子内裤本人，本裤有三色，那它的原价是29，这边买19.99。老张的臭袜子，那这6双的铺马袜子市价是10块钱，这边卖5.99。澳蒙童装区，小宝圈品连身衣，商标是20块，这里卖10块。米奇宝宝连身衣，你看他的脚多可爱呀、啊！而且这是正版迪士尼的，然后他竟然只要6.99。下一站超级便宜的家具店，